好，大家早晨，online 弟兄姊妹早晨。头先我哋同工分享下，咁啊，究竟要唔要过海咧？咁样吓，咁今日呢张经文咪话俾我哋听，究竟要唔要过河咯？好，我哋嚟睇今日嘅民数记32章。我哋先將佢分段內容易啲睇，咁啊第一節到第五節咧係一個小段啦，就係講到兩個支派要選擇河東咁樣，然之後咧第六節一路去到咧30節咧就係講摩西同佢哋之間嗰個嘅對話安排啊，然之後咧就係31節到最後就係、是、嗰、那個嘅兩個支派最後嗰個嘅做法咁樣。好，我哋先睇第一個段落啊，1-5節。裏邊子孫和加德子孫的牲畜極其眾多，他們看見雅謝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來見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的首領說：亞大陸、底本、雅謝、寧拉、希實本、以利亞利、士班、尼波、比隱、比穩，就是耶和華在以色列會眾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僕人也有牲畜，又說我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我們為業，不要領我們過約旦河。咁啊，其實以色列人咧已經喺度磨拳擦掌，喺度預備啦。咁啊，日日咧扎營嘅地方咧就望住對面河嘅呢一個嘅應許之地。足足等了40年的時間，這40年裏面在曠野裏面兜圈兜圈又兜圈，兜到一個地步呢，就是等上一代的人出埃及的那一代呢全部都倒閉在曠野。現在終於這個日子來了，大家呢就一直凝望著對岸憧憬著將來，樣其實呢就已經準備要去進入了。就在這個時候呢裏面的子孫和這個加德的子孫，因為聖經就話咧，佢哋嘅牲畜極其眾多。啊，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牲畜極其眾多係咪一個原因嚟嘅咧？啊，牲畜極其眾多，其實佢哋都未曾入去應許之地。應許之地係咪就係冇辦法容納佢哋嘅牲畜咧？咁樣啊，好顯然呢個問題嘅答案就冇理由可以成立嘅，係咪？因為神原先嘅設計就係12個支派全部都喺呢個應許之地裏邊㗎啦，所以難道神計錯數，即係間屋唔夠住咁樣咩？應該就唔會嘅。咁所以咧，呢個牲畜極其眾多咧，係有啲意思嘅嚇。然後咧，他們看見呢一個嘅雅謝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然之後佢哋就睇見咧呢一個嘅雅謝地同埋基列地。這個地方在哪裡呢？其實就是約旦河的東岸。這個約旦河的東岸就是今天 的約旦的國境。他們看到這個地方，by the way，今天的約旦的國境就是最出名 的景點就是 Petra，其實都是在這裡附近的。其實他們所看到的地方就是今天約旦河谷的那一邊的地方。相對來說是一個高原，平地也比較多。所以他們看到這個地方非常適合來到去牧放牲畜，所以他們因為他們看見這件事，於是乎就走來見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在這裡都值得我們思想，就是究竟你望哪邊呢？究竟你望到什麼東西呢？其實神呢將他們帶領來到這個地方，對著耶利哥安營。其實神呢，甚至神帶摩西上山，大摩西上山之後，神同摩西講嘅係咩咧？你舉目觀看啊，睇下神為神嘅百姓所預備嘅應許之地。其實神係要以色列嘅人咧，係去睇住呢個應許之地，預備過河。咁但係咧，這個嘅裏邊同埋加德支派嘅人咧，就望咗邊度咧？其實望咗個相反嘅方向喎。啊，佢哋應該係向西望啊，嘅結果咧，佢哋就向東望。向東望的時候就選擇河東之地，就見到東邊的這一片的河東之地是廣闊的，適合牧放牲畜的所以他們的眼目就留在東方這個是一個極大的一個問題來的。當然我們都知道東這個字在希伯來的希伯來文裡面，東方 有一個敵擋的意思，
所以咧，佢哋咧就望向東方啊，佢哋嘅眼目咧就選擇咗呢個地方。然之後佢哋就嚟見摩西同埋以利亞撒啊，仲有咧以色列嘅全會眾嘅首領。然之後咧，佢哋就講啦：啊，呢一堆嘅地方啊，就係耶和華喺以色列會眾面前所攻取之地，係可以牧放牲畜之地噶。你仆人也有牲畜。所以呢個地方好適合牧放牲畜，然之後咧佢就俾咗個原因，佢話：啊，呢個仆人即係我哋啦，我哋都有牲畜嘅咁樣。啊，佢又冇提極其繁多咯噃。咁其實呢個提説亦都好奇怪嘅。咁難道其他支派就冇牲畜咩？所有嘅支派都有，根本佢哋成個民族就係遊牧民族。所以但係咧，只有呢兩個支派咧嚟見。以利亞撒同埋呢個嘅摩西啊，就並且提出咧佢哋有牲畜呢個地方好適合咧嚟到牧放，然後又話啦：如果我哋喺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我們為業，不要領我們過約旦河。不要領我們過約旦河。佢哋睇見河東之地。他們看見這一片可以牧放的地方的時候，竟然就跟摩西說，不要領我們過約旦河，我們不想過河了，我們想得著這個地方為業，這個地方看起來非常好，非常適合我們。所以跟著就有了這一章的聖經出現。這一章裡面從一到五節，我們看見就是其實是一個拉力，這個張力是什麼呢？就是人的選擇和神的選擇之間的一個張力，一個拉力。人在这个时候呢，这两个支派呢就选择呢跟从的是什么呢？选择跟从的是他们眼目所看见的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这里是有两种的眼光的。如果我们要选择过河呢，其实河那边究竟是怎样的呢？不是很知道的。虽然有探子进去打探过，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亲眼见过。只是探子回来告诉他们听是怎样就是怎样。再況且就是跟探子 最接近的 親耳聽探子匯報的那一代呢，已經在曠野當中死了。現在是新生的一代，新生的一代呢沒有聽過探子的 report， 亦都沒有又或者他們聽的時候他們很小，亦都沒有親眼看見過應許之地是怎樣。所以呢如果要進去應許之地呢，他們是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但是呢河東之地呢就是用你的肉眼就看見了，甚至你的腳就踩在上面，你的手可以摸到，是非常之真實的。亦都睇見呢佢嘅廣闊啦。咁所以呢呢兩個支派呢就作咗一個人嘅選擇。呢一張嘅拉力就係，究竟我哋要跟神嘅選擇定係跟人嘅選擇，邊樣先至係最好呢？咁樣。好啦，跟住我哋睇第六節，摩西嘅回應。摩西對加德和裏面的子孫說：難道你們的兄弟去打仗，你們竟坐在這裏嗎？你們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喪膽，不過去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那地呢？我先前從加底斯巴尼亞打發你們先祖去窺探那地，他們也是這樣行。你們想以撒各谷去窺探那地，回來的時候使以色列人 心灰喪膽，灰心喪膽，不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地。當日耶和華的怒氣發作，就起誓說：凡從埃及上來二十歲以外的人，斷不得看見我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因為他們沒有專心跟隨我，唯有基尼洗族耶弗尼的兒子加勒和亂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為他們專心跟隨我。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使他們在曠野漂流四十年。等到耶和華眼前行惡的那一代人都消滅了，誰知你們起來接續先祖，增添罪人的數目，使耶和華向以色列大發烈怒。你們若退後不跟從他，他還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曠野，便是你們使者眾民滅亡。摩西一聽的時候呢，心裏面呢就我想他即係毛管都豎起啦，咁於是乎咧，佢就將呢一段嘅歷史咧，再一次咧講俾呢兩個支派嘅以色列人聽。佢話咩？佢話，難道你哋嘅弟兄去打仗嘅時候，你哋竟然坐喺呢度咩？第一，呢個從幾個角度嚟睇，佢話第一就係以色列咧係一個嘅民族，以色列咧亦都係一個喺神嘅面前係一個合一嘅一個嘅羣體。
從來唔分你我，唔分彼此嘅。十二個支派咧同氣連枝，十二支派咧同上同落啊，絕對唔會咧即係留低一個放下一個嘅。所以咧摩西就提出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咁唔通你哋嘅弟兄去打仗嘅時候，你哋坐喺度硬硬腳咩？啊！呢、這個係摩西提出嘅第一個問題。佢話：你哋如果咁樣嘅話咧，就係、是、使到咧以色列人咧呢、這個嘅灰心喪膽啊！咁你哋點解要讓以色列人灰心喪膽咧？這個灰心喪膽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啊，佢哋咧唔肯咧進入去耶和華所賜俾佢哋嘅嗰個地方。然後咧，摩西咧就讓佢哋咧重新咧諗翻起佢哋之前嗰段嘅歷史，就係咧當年咧佢哋去呢一個嘅。摩西在这个的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打发他的先祖即是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他说他们也是这样行。什么叫他们也是这样行呢？就是他们也都是行了一件没有信心的事情。也都是一样他们就是耸动以色列人不要进入去这个应许之地，拒绝进入去这个应许之地。今天呢兩個支派咧，又喺摩西嘅面前講，佢哋唔要入去嗰個地方，不要領我們過約旦河啊！頭先我哋讀到第五節最後，不要領我們過約旦河。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就讓摩西咧諗翻起啊，當年咧佢哋嘅先祖十二個探子嘅時候，又係咁樣樣做啊。結果呢一個嘅佢哋因著佢哋嘅不信，因為佢哋嘅懷疑啊，當年嗰十二個探子啊，之所以唔入去即係。拒絕不想進入去應許之地，是因為他們去窺探那個地方回來的時候，發現那裡的居民非常的強悍，城牆也都堅固，所以他們 就不去，就覺得沒可能，這個地方我們沒可能可以拿到的，我們死定了這樣。同樣的，十二個探子就是回來之後，他們眼目所定睛的就是這些城牆，這些敵人，而不是神的應許、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所賜的那個地方的美好。原來我們所有的事情，我們看東西的時候都有兩個導向，都有兩個面向。問題就是我們常常都要選擇究竟我們所看的是什麼。咁今日咧，摩西就再提翻呢一件事情，因着佢哋咧所睇嘅係一個消極嘅面向，係一個咧沒有信心嘅面向，結果咧導致咧以色列人咧喺嗰個地方咧嚟到灰心喪膽，冇一個人有膽氣咧進入去呢一個嘅應許之地，甚至咧神咧都起誓話，從埃及上嚟20歲以外嘅人都唔能夠咧睇見咧神應許俾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嘅應許之地，因為佢哋原因係咩咧？因為他們沒有專心跟隨我。在神的眼中，神給了一個 comment 給這個行為，就是沒有專心跟從我。即是說原來呢，我們究竟是一個專心跟從神的人呢？怎樣去看這件事呢？怎樣去 test 呢？原來那個 test 呢，就是用我們的眼光來到去做一個判斷，究竟我們的眼光所看的是什麼呢？這個就是判斷我們是否專心跟隨神。應許之地就是一個的試金石，如果我們是用專心跟隨神的眼光去看的話，我們帶出來的結果就會是好像這個的這裡有提的十二節，他說唯有基尼洗族耶弗尼的兒子加勒和亂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為他們專心跟隨我。所以摩西就告訴你，其實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哪些人是專心跟隨的，哪些人不是專心跟隨的。專心跟隨的就是加勒和約書亞，因為只有加勒和約書亞回到來的時候就告訴你，那個地方果然是廣闊流奶與蜜之地，而且土產豐富，神已經將他們交在我們的手中了，我們快點進去得那個地方。另外那十個探子就說不是，他們那些民身材高大，城牆堅固，那個地方是一個吞食人的地方，我們在他們那些迦南人的面前，我們就好像蚱蜢一樣，這些迦南人看我們都好像蚱蜢一樣，我們死定了，我們拿不到那個地方。這個就是專心和不專心的眼界的分別。專心的看的是神的應許和能力，他們的眼中好像看不見仇敵，看不見這些堅固的城牆一樣。不專心跟隨神的所看見的就是困難，所看見的就是仇敵，好像仇敵 比耶和華更加高大一樣，這個就是那個的分別。結果耶和華就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使他們在曠野漂流了40年，等到這一代的罪人都消滅為止。
十四節，摩西就話：誰知你們起來接續先知，接續先祖，增添罪人的數目？佢話：我估唔到咧，今日你哋起嚟咧，繼承你哋嘅祖先嘅嗰種嘅行為啊，增添罪人嘅數目。啊，佢話：如果咁樣嘅話咧，其實咧啊，你哋使耶和華向以色列人咧大發烈怒。啊，如果你哋後退不跟從他，呢個他就係指神。如果你哋後退唔跟從神，神咧又會再一次咧將以色列人撇喺曠野裏邊，咁嘅話咧就係你哋咧使到呢一群嘅眾民咧滅亡啊！因為以色列咧係一個整體，神睇以色列係一個整體。當呢兩個支派退後嘅時候咧，喺神嘅眼中就等同咧整個嘅十二支派咧都退後一樣。所以咧呢個係一個極大嘅問題。摩西就話：如果咁樣嘅話咧，你累死咧你嘅兄弟啊！以色列人已經試過一次噶啦。你哋嘅先祖咧，已經喺呢一件事情上邊咧得到應得嘅教訓啊！但係點解你哋都唔去學呢一個歷史嘅功課咧？其實摩西咧就係帶領佢哋咧去回顧呢一段咧佢哋嘅沒有信心啊、不信嘅一段嘅歷史啊，警戒佢哋咧唔好重複咧先祖嘅錯誤，唔好咧做一個咧不專心跟隨神嘅人。啊！要咧將我哋嘅眼目咧對準神，而唔係咧對準啊呢啲嘅其他嘅東西咁樣。咁啊點知喺呢個時候咧啊十六節佢話兩支派嘅人挨近摩西説：我們要在這裏為牲畜雷圈為婦人孩子造成，我們自己要帶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頭，好把他們領到他們的地方。但我們的婦人孩子因這地居民的緣故，要住在堅固的城內，我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產業，我們和他們在約旦河那邊一帶之地同受產業，但我們的產業是坐落在約旦河東邊這裏。咁啊兩個支派嘅人咧就提出一個解決嘅方案啊，亦都係佢哋嘅解釋。佢哋咧就挨近摩西就話啦：我哋要喺呢個地方咧，為我哋嘅羊群咧，為我哋嘅婦人孩子咧，就係雷圈啊造成咁樣啊。但係咧呢個雷圈造成咧，只係俾我哋嘅孩子同埋我哋嘅牲畜嘅啫。我哋自己咧就係呢啲嘅壯丁，呢啲嘅勇士，呢啲可以打仗嘅人咧。佢話：我哋自己要帶兵係行喺以色列人嘅前頭，即係話。啊！佢哋嚟到摩西嘅面前就話：我哋咧要喺呢個地方，而家我哋扎營嘅呢個河東之地咧，建造城牆，圈起羊圈。但係咧，我哋呢啲能夠打仗嘅人咧，我哋會帶著兵器咧，就做以色列人嘅先頭部隊，做以色列嘅先鋒，攻取呢一個約旦河西之地。直等到咧，我哋嘅兄弟咧都喺嗰個地方咧攞到產業嘅時候為止。啊，點解我哋要去建城？點解我哋要圈呢啲嘅壘呢啲嘅羊圈咧？係因為咧，我哋帶住兵器咧，同你哋過去河西打仗，所以河東這邊呢邊咧留低嘅只係婦孺同埋孩子，所以就要起城咧嚟到保護佢哋，要壘羊圈嚟保護嗰啲嘅羊群。啊，為咗嗰個地方嘅居民嘅緣故，啊，即係因為呢度可能仲會有敵人嘅，所以咧我哋嘅妻兒仔乸咧要住喺呢啲堅固城嘅裏邊。啊，至於我哋咧，我哋就同你一齊去打仗，唔單止打仗。啊！我哋甚至願意作以色列嘅先鋒啊，先頭部隊啊，我哋可以行先啊啊，為以色列即係直到以色列人得地為止。十八節佢哋提出咗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佢話十八節話：我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各承受自己的產業啊。喺以色列咧，所有嘅人咧未曾得著產業之前咧，呢兩個支派裏邊同埋加德支派嘅人咧話：我哋唔翻屋企。直等到咧所有嘅支派咧都攞到佢哋地方為止，啊！但係咧我哋唔喺河西同佢哋一齊攞呢啲嘅地方，啊！當佢哋全部都攞到佢哋嘅應許之地嘅時候，我哋就翻嚟河東呢一邊，我哋嘅家咧係喺呢一邊，因為老婆仔女都留曬喺河東，咁我哋就翻嚟啦。咁呢個係以色列歷史上邊咧第一批嘅太空人啦。啊，即係香港人有一段嘅移民嘅歷史，我哋就好明白係咪啊？咁啊，我哋當年即係嗰段嘅移民潮嘅時候，好多香港人都將家庭咧就變成兩半係咪啊？一將家人咧就留喺呢一個佢哋所選擇嘅地方啊，廣闊之地嚇。即係我當年就係呢個時候喺加拿大讀書，睇見好多同學就係咁樣啦。佢哋屋企老婆同仔女咧就喺温哥華。
老公咧就喺呢一個嘅香港呢邊打拼，咁啊兩邊飛啊，咁啊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呢兩個支派咧就提出一個咁樣嘅建議，將佢哋嘅老婆仔女全部留喺河東，佢哋咧就去河西咧爭戰。等到所有以色列人都攞到地方的時候，他哋先至翻屋企。喺佢哋嘅兄弟未曾得著應許之地的時候咧，佢哋就不回家，就不翻屋企。好啦，聰明的弟兄姊妹，你覺得呢個係咪一個好的一個嘅安排同埋建議咧？絕對不是啦，係咪啊？因為咁樣咧，你的家庭咧，其實你冇辦法咁樣去兼顧嘅，其實是犧牲了嗰個嘅家庭。啊，犧牲家庭到一個咩地步咧？就是你咁樣去河西嗰度打仗，其實等到以色列人十二支派都攞到佢哋嘅地方嘅時候咧，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唔係一個短嘅日子，所以咧呢個家庭咧係變咗咧係一段嘅時間咧咁樣去分散兩地咁樣啊，咁啊甚至咧其實即係佢哋留喺呢個河東之地嘅老婆仔女嘅時候咧，其實就失去咗保護，失去咗丈夫，失去咗爸爸，而且。邊個可以擔保你去河西之地去打仗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平安翻嚟嘅咧？所以呢個咧根本就唔係一個好嘅提議。但係點解佢哋情願咁樣做呢？其實咧就係因為咧佢哋睇重嘅係一啲嘅物質，佢哋睇重嘅係呢啲嘅土地，睇重嘅係呢一個嘅肥美之地，而犧牲咗關係，犧牲咗佢哋同兄弟之間嘅關係，亦都犧牲咗咧啊佢哋同呢一個嘅家人之間嘅關係啊。以為咧，即係佢哋以為咧，佢哋以為咧攞咗呢個河東之地咧，佢哋係得著咗嘅，但其實咧佢哋失去嘅仲更加多，啊，失去咗同家人相處嘅時間，啊，失去咗呢一啲嘅黃金嘅時間，咁將來當然啦，後來即係以色列被列強吞併嘅時候咧，河東之地咧亦都係最先失去，根本佢哋就留唔住任何東西，啊，但係呢一個嘅決定咧所睇重嘅其實就係眼前嘅。其實是一個嘅近視症，只是看見眼前的，沒看見長遠的。但是既然他們這樣講，他們也願意擺上他們的努力，甚至成為以色列的先鋒部隊。所以二十節，摩西對他們說，你們若這樣行，在耶和華面前帶著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帶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華面前過約旦河，等他趕出他的仇敵，那地被耶和華制服了，然後你們可以回來，向耶和華以色列才為無罪。這地也必在耶和華面前歸你們為業。倘若你們不這樣行，就得罪耶和華。要知道你們的罪必追上你們。如今你們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為你們的婦人孩子造成，為你們的羊群捋圈。摩西聽完他們這樣說之後，其實摩西都無奈，摩西只能夠答應。摩西話：如果你哋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就算為無罪，真係做得到先好。但係你哋所有帶兵器嘅人，一定要盡數咧，全部都過約旦河，同你嘅兄弟咧一齊並肩作戰，直等到咧制服咗迦南地之後咧，你哋先可以翻嚟。當你哋真係咁樣去做嘅時候咧，河東之地就算係你哋嘅。好啦，而家既然係咁。你哋就按你哋所講嘅去安排咧，為你哋嘅婦人孩子造成啦，為你哋羊圈咧，羊群咧嚟到去捋圈咧，捋圈咧咁樣，其實係咪有用咧？嗱，呢個地方亦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其實喺加德同埋呢一個嘅裏邊呢兩個支派前邊呢一塊嘅地方咧，係好廣闊嘅地方。呢一塊嘅地方上面咧，其實上面嘅居民咧都係一樣嘅。上面嘅居民咧都建造咗堅固嘅城，但係點解而家裏邊同加德支派要重新為佢哋嘅婦人孩子建堅固嘅城咧？就係因為當年那個地方嘅人所起嘅堅固城都俾以色列人咧攻佔咗，攻佔完之後一把火燒咗佢，將佢夷為平地，將佢毀滅咗。咁所以你話呢啲嘅堅城係咪真係可以保護以色列人咧？其實唔係嘅。係咪啊？其實佢哋自己係經歷過當年神帶住佢哋嘅時候咧，呢啲嘅人咧完全冇抵抗能力咧，就被以色列人勝過。咁今日你為婦人起呢啲嘅堅城，又有咩意思咧？其實神嗰個嘅同在跟住神咧，先至係最大嘅保障。但係佢哋卻係選擇咧留低。
反而咧精兵咧就跟住咧神嘅軍隊咧進入去迦南地，婦孺仔女咧就留喺呢一個咁樣嘅地方。咁樣嘅時候，究竟個婦孺仔女留喺呢個地方嘅時候，神嘅同在喺唔喺度嘅咧？咁如果神嘅同在唔喺度嘅話，呢啲嘅堅城，呢啲嘅女嘅羊圈又有咩作用咧？咁呢個就值得我哋去思想。今日我哋嘅眼目睇嘅又係啲乜嘢咧？咁廿五節啦，佢話。加德子孫和裏面子孫對摩西說，僕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們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過程，但你的僕人凡帶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說的話，在耶和華面前過去打仗。於是摩西為他們祝福祭司以利亞撒和亂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眾支派的族長說，加得子孫和裏面子孫凡帶兵器在耶和華面前去打仗的，若與你們一同過約旦河，那地被你們制服了，你們要把基列地給他們為業。倘若他們不帶兵器和你們一同過去，就要在迦南地你們中間得產業。什麼意思呢？摩西就將這個的安排呢傳遞給約書亞和以利亞撒聽，因為接下來他們才是領袖，帶領他們呢要進入去應許之地。如果他們跟著你們一起去打仗的話，當你們制服了那個地方的時候，你們要將基列地，即是河東之地，賞賜給他們為業。如果他們不是所有人都過去帶著兵器跟你們一起過去的話，那就是說河東之地這個deal就不成了，那他們就要 在應許之地那裡得產業，即是其實即是他們沒得選擇，他們怎樣都要過去的了，這樣如果他們不肯跟你們一起打仗的話，那就要將他們全部捉也好、拉也好、綁也好都一起過去，那他們就在河西那邊得地。如果他們肯為這個戰爭出力的時候，當他們制服這個地方的時候，你們就將河東之地給他們，那摩西就吩咐完這個約書亞和以利亞撒，讓他們知道。好，我們看最後一個大段31節。加得子孫和裏面子孫回答說，耶和華怎樣吩咐僕人，僕人就怎樣行，我們要帶兵器在耶和華面前過去進入迦南地，只是約旦河這邊我們所得為業之地仍歸我們。他們就再一次重申，我們一定會帶兵器過去，只不過我們不在那邊拿地，這一邊 的河東之地呢才是歸我們的。摩西就將這個阿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山王惡的國，連那地和周圍的城邑並都給了加德子孫和裏面子孫，並約瑟的兒子馬拿西半個支派。加德子孫建造底本、阿他錄、阿羅爾、阿他錄索反、雅謝、約比哈、伯寧拉、伯哈蘭，都是堅固城。他們有女羊圈，裏面子孫建造希實本、以利亞利、基列亭、尼波、巴力套、巴力免、西比馬、就是這個尼波、巴力免名字是改了的，又給他們所建造 的城另起別名。於是乎呢，摩西呢就將原本係屬於西宏同埋惡嘅國呢，同埋佢哋嗰啲嘅疆界、啲城啊、呢啲嘅地方，呢度有一大堆嘅名呢，就賜俾佢呢一個嘅同意呢，就俾呢一個嘅加德同埋裏面嘅支派，仲有馬拿西半個支派呢，都喺當中呢攞咗呢個土地。點解突然間要標出嘅馬拿西半個支派呢？嗱，你見到呢樣嘢就好特別啦，就係因為呢呢個嘅裏面同埋呢一個加德帶頭。裏面和加德帶頭的時候，他要在以色列人的會中商議他們想得河東之地嘛。然後摩西答應了他們嘛。在這個時候其他就會 有人搭台了。其實這個半支派，這個馬拿西半支派就是搭台的，就看到咦是喔、哦、這邊河東都挺好啊，兩個大佬都這樣做了，我都跟啊，咁樣。於是乎他又起哄，他又要買一份。好啦，既然是這樣，只要 你的，因為已經答應了裏面和加德，只要他們過去幫手打仗就可以這樣嘛。所以當這個馬拿西半支派又這樣提出的時候，那都照這個例來到去，照這個同樣的方法來到處理。所以這裡又無端端又多了半個支派出來，這個半個支派就是也都是跟隨這個大佬這個裏面的決定，選擇在河東這個地方。那這個半個支派是怎樣標出來，他們的地又怎樣來的呢？就在39節，他說，馬拿西的兒子馬吉他的子孫往基列去，佔了那地，趕出那裡的阿摩利人。
摩西將基列地賜給馬拿西的兒子馬吉，他子孫就住在那裡。馬拿西的子孫挨以去去佔了基列的村莊，就稱那些村莊為哈窩特挨以。挪巴去佔了基納和基納的村莊，就按自己的名稱基納為挪巴。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就是因為馬拿西的支派當中，其中馬拿西的一個兒子叫做馬吉，除了馬吉之外，後來又有這個艾爾和這個挪巴，這三個的人他們看到這兩個支派在河東得罪地方的時候，他們就自己起來，然後就去勝過那個地方的阿摩利人，就霸了這些地方。既然他已經勝過了當地的人的時候，再加上前面即摩西和這兩個支派的丟，所以摩西就說，既然是這樣，你們都這個地方就給你們，既然你都打了下來了樣。但是條件當然都是一樣，他們需要一起幫助他的其他的支派的弟兄在河西的地方得地之後才可以回來樣。但是讓我們看見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當裏面和加德他們選擇眼目所看的眼前的這一切的時候，這一件事原來會傳染的。然後馬拿西半支派其實他們是用他們的血氣去奪這些土地，在他們奪這些土地的時候，其實他們並沒有求問神，人將神的心意放在第二，讓自己心中的喜好，讓自己 的血氣 的體見放在前頭。所以其實所選擇的不是上好的祝福，那是一個次好的。今天我想我們在讀這一章聖經的時候，我們都要提醒自己，告戒自己，就是究竟我們所選的是一條什麼的路。原來當我們選擇了一條屬靈的道路的時候，是有很多的站，究竟我們停留在哪裡呢？我們要跟隨神的計劃，神的計劃才是最美好的。千萬不要因著自己的血氣，因著自己的喜好，因著自己的眼光的問題來到去偏離了這個航道。其實在這個時候 settle 在河東之地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也不是一個真是神原先的計劃裡面最好的。這個是人在那個地方走到那裡就停了，那裡沒辦法再往前。我們都要省察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們是不是跟神就跟到底呢？定義說是我們都走到我們生命的河東之地的時候，我們就選擇後退不再往前呢？咁呢個咧，其實會帶嚟咧好大嘅一個嘅分別嘅。願神咧都幫助我哋作有信心嘅決定，用信心咧嚟到睇我哋前面嘅路，而唔係咧憑世界、憑我哋嘅血氣嘅眼光嚟到做決定，係咪？Hallelujah. Let's give.Time to worship our Lord. He reigns and He has a good plan for our lives. Hallelujah. Over all the earth.You reign on high. Every mountain stream and every sunset sky. But all my own request, Lord, my only aim is that you reign in me again. Over all the earth. Over all the earth, you reign on high. Every mountain streamAnd every sunset sky, but my own request, Lord, my only aim is that you reign in me again. Lord, reign in me, reign in your power over all my dreams. In my darkness, out, you are the Lord of all I am.Won't you reign in me again? Lord, reign in me. Lord, reign in me. Reign in your power
over all my dreams. In my darkness out, you are the Lord of all I am. So won't you reign in me again? Over every thought, over every thought, over every word, make my life reflect the beauty of my Lord. 'Cause you mean more to me than any earthly thing. Oh, won't you reign in me again? Lord, reign in me, reign in your power over all my dreams. In my darkness out, you are the Lord of all I am. Oh, won't you reign in me again? Lord, reign in me, reign in your power over all my dreams. In my darkness out, you are the Lord of all I am. So won't you reign in me again? Won't you reign in me again? Hallelujah. Lord, we lift up your name. Lord, we thank you as you reign in us and have your way in us, Lord. Help us to see clearly that you're leading us a good path, Lord. Yes, that we can really trust you, your wonderful God. We praise you.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I have decided.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one go with me, no one go with me. Still I will follow. Though no one go with me, still I will follow. Though no one go with me, still I will follow.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I have decided.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而我哋咧一齐去开口承认咧，耶稣系我哋嘅主，我哋咧要一生跟从佢。主，我哋嚟到你跟前，主系啊，你系我哋嘅主，你系我哋嘅王，你系我哋生命嘅依靠，你系我哋生命嘅源头。因此我哋话同诗歌所讲，主我哋要跟随你，你系我哋人生命的主宰。主，我们多谢你，敬拜你。弟兄姊妹，当我们呢去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呢看回今天的经文第三十一节，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其实呢，我们都以为自己是跟紧神的。今天我们见到加德子孙、流便子孙，他们自己都认为呢，他是很顺服的。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感谢神呢，让我们在
經過秋天的耶和華的三個節期，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神要帶領我們，現在來緊我生日要一周年了，神再次提醒我們是什麼呢？我們裡面是不是真的認識自己呢？我們是不是真的用信心去行呢？我們的選擇是什麼呢？今天呢，我們見到流便子孫和加德子孫在第五節裡面說，他跟摩西說，我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我們為業，不要領我們過約旦河。明明神是要領我們去應許之地的，為什麼臨尾我們不要進去呢？我們眷顧的是什麼呢？更加重要的是，摩西告訴他們第六節，難道你們的弟兄去打仗，你們竟坐在這裡嗎？他們看的是什麼呢？原來流便子派和加德支派，他們看的是自己，一個 self-center， 一個自我中心，他看的只是看到自己。所以摩西說，難道你們的弟兄去打仗，你們竟坐在這裡嗎？沒有一個宏觀，摩西看的是整個以色列的民族，而這些支派看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本來他要拋低其他的支派，自己想怎樣就怎樣的。但是這裡呢，摩西告訴他，你不可以這樣，因為這樣的話就會去到十五節，你們若退後不跟從他，他還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原来等于刚才牧师所说，神看的是一体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跟从神，我们以为咦，这样就很好，神就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了。但是其实里面是非常的自私，看的只是自己。让我们这个时候呢，求聖靈來幫助我們，讓我們真的認識我們自己的動機是什麼。我們的眼光是看一個的團隊，一個的團體，還是我們是看自己？聖靈，我們來呼求你，主，就等於你今天見到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一樣，他们仍然以为耶和华怎样吩咐自己，自己就已经怎样行。我们承认我们都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常日都以为自己是跟紧你。今天你给我们见到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为的，其实摊翻开为的是自己。主，我们承认我们里面的丑恶，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察透？等于牧师刚才提醒我们第四节所讲，说这个地方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难道以色列其他支派没有牲畜吗？只是我们自己有牲畜吗？为什么我们要专顾自己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自私呢？来，我们见到当摩西这说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同样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方法就是在十七节到十九节里面，他们说宁愿自己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往前，他们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
在約旦河西那邊應許之地都能夠承受自己的產業，但是這個的方法是出於神的嗎？而是人血氣的方法，因為自己用了血氣的選擇，所以繼續要用血氣的方法去擺平。我們是否同樣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因为一开头的抉择是出于自私，跟着我们自己一路行一路行，又用自己的方法想去摆平一些东西，结果看的眼目都是为了大地而牺牲关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里面的恶，好叫我们能够可以悔改，可以回转，可以修正我们的道路。为什么他们愿意家庭分离，仍然要有这样的选择呢？第十六节我们看到，因为他不是以神为神，他眼目为的是牲畜，是为妇人孩子。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受苦必加增。这个选择是因为他们看牲畜、看经济、看他的妇人孩子、看他自己的事情比神更重要，因此整件事就偏离了。而且还自以为是。在第十九节，他们说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他们已经自己决定了。这个是神分给他们的吗？不是，是他们自把自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同样都这样自把自为呢？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这里，究竟是神话事还是我们自己话事的呢？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新锐说要起来，说要往前行，说要拔营。多谢你今日再更深的藉住经文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究竟在想什么。你要来光照我们，拿走我们的自我感觉良好，拿走我们自己以为的跟从神。其实我们跟从我们里面很多自己的筹谋，跟从我们里面自己很多的谋算，我们不是真正来跟从你。主，你来赦免我们，我们自己走歪了，但是仍然还以为你怎样吩咐我们就怎样行。主，多谢你今天再次用民数记三十二章给我们有路可循，就是约书亚的心智，就是加勒的心智，专心跟从，专心跟从。好吗，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你将你的手放在心上，为自己去祷告。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了，在神的光照里面，神要来更深的来光照我们里面好好多多自己的谋算。
求神俾我哋放低我哋嘅谋算，专心跟从，专心跟从。我哋一齐起嚟用呢首歌话俾神听。主你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有歪曲的，有自私的，让我们不再用自己的方法，真是放低自己，单单的来跟从你。你仍然保守你所爱的，你无比永远不离不弃，三十二章十一十二节，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洗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为我们信心的眼睛来到祷告，为我们的心来到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将一个专心跟随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领受耶弗尼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乱的儿子约书亚的信心，让我们成为专心跟随主的人。鼓励你，如果有方言的话，你可以进入灵里面祷告，求圣灵将一个专注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将一个专注专心跟随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求神除去我们的石心，为我们换上肉心，以致我们能够专心的跟随神。信心凝聚，你奉神的应许。
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到领受祝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圣灵释放信心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让我们的眼睛得以打开，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美好的应许就在前头。主，以致我们能够将荣耀归于你。主，以致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走上你要我们所走上的道路。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宣告，来到承认，主，你的话语是最好最好最好。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你的心思高过我们的心思。主，我们要来到单单的仰望跟从你。主，求你将一个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专心一意的跟从你，如同约书亚，如同加勒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持守我们这一份的信心，这一份专心的心。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